星星打飛機，星星打飛機有佢哋玩一齊玩，佢只馬騮嚟嘅。星星打飛機嘅歇後語係玩撚完，鳩毛放紙鷺。條鳩毛係放緊紙鷺嗰個紙鷺啊，定係叫嚟放紙鷺嗰條繩咧？你不如用下腦諗啦。裝細路女沖涼。人哋攞刀嚟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二字大國際》。跟住嚟咧就係香港文化題啊，第一條北角過啲。係有咩用㗎呢句嘢？係咪應該係歇後語？呢個係歇後語。我想講 OK。係啊，不過唔係突然間變咗地理題啊。因為文化題要講歷史啊嘛。唔係，佢係用嚟形容一個人一啲好差嘅行為。我諗住估大海無量，我寫得如衝。其實咩聲？文化題啊嘛。我哋生活入面有一個例子可以用，但係嗰個人家咧應該唔識，所以我唔可以咁俾提示。可能佢識咧，都幫你聽下。愛嚟形容阿乜有隻酷兒姐係好啱嘅。我成日聽個名，但係我再先啦。不過過啲，我冇咗蹤影。前大刀，西頭西面，唔係佢個方向好似有啲怪咁。係啊，唔係啊，隔離啊。我想講咧，佢兩個真係真有。你不可以咁多啦，你會令到啲人以為佢哋兩個係真係犀利，而係佢哋兩個冇表情嘅時候都係真係犀利，犀利。個答案其實係例詞啊，個原因咧係咁樣嘅。八九十年代北角過少少有一間好出名嘅夜總會叫做麗池夜總會，咁所以嗰陣時嗰啲人就會話佢北角過啲。我覺得如果我哋識你先驚咯，其實係啊，純粹係陰一陰嘅啫。以下呢一條咧。大家就真的可以吃的半粒荔枝，形容什麼？形容心情的。來，我們個人開估啊， Joyce， 半粒荔枝頂不掉。不是 David， 不夠厚，不夠厚。你兩個答案是什麼？做什麼事？我都會一百分啊。對啊，變魔術了他，這個是個答案其實是把幾火，一粒荔枝三把火，那半粒荔枝不是把幾火？我覺得係唔頂唔掉唔夠厚。係咯，好啱，唔夠厚咯。跟住呢條啊，呢條超乸難。唉，應該唔好。呢兩隻打擊咗我嘅自信心。打擊曬我哋三個嘅自信心。嚟嚟嚟，潮州音樂。算啦，我覺得呢條中間冇可能識答噶啦，不如我開估啦。嚇嚇嚇！唔得喎，你我想玩喎。好啦，潮州嘅音樂經常用啲乜嘢樂器好關事？你可以 YouTube 揾啲潮州樂俾我聽下，我可以試下先。即係你哋啊，我心入邊都係呢啲。做乜嘢啊？冇啊，前面就係咁播潮州音樂。有歌唱嘅，唔系仲版权啦，仲版权，潮州音乐版权，唔知讲咩好。嚟，大家加油啊！咦我，即系形容紧头先啲歌。嚟，得未？咦啊！咖喱你唔会系？唔系，我头先有谂过嘅，死唔断，死唔断你。好，个答案咧系好过分，你哋听完之后会吓嘅。自己顧自己，點解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咧，以前啊，潮州音樂入邊成日會用到嘅鎖鈿啊，入邊吹出嚟嘅聲咧，聽落好似用廣東話講，飄咦飄咦咁樣，所以咧，潮州音樂啲人就攞出嚟做歇後語，就係、是、自己顧自己啦。好難嘅呢條，真係好難，係唔會知噶，唔緊要。最後一條呢條大家係知嘅，可以。你唔好咁樣講啦，你唔好成日講呢條，大家都知呢條好難嘅，咁樣搞到我哋。我已經知道無視咗佢，無視咗佢啦！隨住你聽條問題嘅文化題嘅最後一條，番薯跌落灶，我俾多一個提示大家，番薯有啲乜嘢煮法？煎、炒、炆、焗、蒸都得㗎啦。俾完啦，提示已經。好，嚟準備咯 ，Joyce。我諗唔到咩，水洗都唔清。下一個唔該，滾極唔熟。下一個唔該，大煲。大煲咁意真係，答案係該煨啊！番薯跌落灶，幾好啊呢句嘢！跟住落嚟咧就到粗口題啦，亦都係我最期待要玩嘅嘢。第一條荷蘭銀行支票，大肥都唔識啊，係喎。我見到 Joyce 有眼淚就要憋出嚟，點解會咁啊？我估唔到大家都咁辛苦。對唔住，我好耐冇用過腦。俾多啲提示，關英文事啊。即係個答案係英文定？唔係，答案係中文，但係你需要諗下啲英文。
估到啊！果然係教英文。英文好撚白痴。哎呀，咁好撚笨柒同埋好撚白痴都係啱嘅。哦，下一條右邊賓州摸住。你第一個寫咗啊！今次好有自信啊！係喎，右邊賓州摸住。真皮喎！我想要陰高。都諗住曬。啱咗。右邊賓州摸住嘅歇後語就係左諗住曬，有隻左勾住曬啊！哇！後來居上嘅 Joyce， 星星打飛機，星星打飛機有佢哋玩一齊玩，咁咪黐線啊！都畫得好 Q 喎，佢只馬騮嚟嘅，佢仲要笑住咯，跟住仲喊住打咩？你喊住打咩？佢笑住打都好恐怖啊！星星打飛機。大卵王成子，你唔系大卵王啊？同样啦，乜嘢啊？我觉得大苗扣分咯。星星打飞机嘅歇后语系玩卵完，未露味。太监信耶稣，少少贴士，信者系会点咧？好卵啱。呢条错嘅话咧，我信耶稣。再试啦。冇撚得救，冇撚得救，勾住 rock and roll 咯。你試一試人句讀翻出嚟啊！太監信耶穌，勾住 rock and roll 啊！但係你俾五分啦。哇！太好啦！整咗啲咁押韻嘅句子出嚟，因為另外嘅兩位都有十分啦。哇！好仲有四條啫。拿破崙提示係除咗要諗英文之外啊，仲要諗下拿破崙嘅職業。你咪抽筋啊！我都想放棄啊！我想放棄。能夠有答案嘅人寫得咖喱啊！拿破崙，人太冷。點解今次啲賣廣告嘅 slogan 係咪賺曬啊？人者冷，人太冷。呢條可能係有啲難啊！拿破崙嘅歇後語咧係廢撚時傾，拿破崙係法國嘅皇帝 ，France King， 所以就係廢撚時傾。呢條個答案係冇粗口嘅，鳩毛放子耀。我又要立翻呢个咩啊？咁条鸠毛系放紧纸鹞嗰个纸鹞啊，定系用嚟放纸鹞嗰条绳咧？你不如用下个脑谂啊！系咩情景啊？同你讲，就系呢个情景。大家咪觉得我画画好靓先？系真系好靓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画画，可以问我。OK， 嚟 Joyce 嗰边开始先。鸠毛放纸鹞，扯到去边？扯到包皮痛。咁鳩毛放子鷹嘅答案咧，係搏到盡啊！因為鳩毛實在太短啦。咁若然你要令到佢可以搏到盡，係啊，你就要將佢搏埋、搏埋、搏埋，咁搏到盡啦，先至有機會。人哋攞刀你，老虎扯旗幾時最適合用咧？放工嘅時候好適合講呢個字啊！請老虎扯旗，改到閪林。呢個係同佢嘅錯。我覺得個虎字有關咯，好辛苦係新諗虎。咖喱十分，正確答案咩啊？新鳩虎又即新諗虎，延伸嘅新啊。嚟到本日嘅最後一條啦。哇！ Yeah. 答案冇粗口嘅今次，我亦都俾唔到好多提示啊！呢、這個裝細路女充啦。妖！你畫錯緊啊！咩裝細路女充啊？嚟裝細路女充啦！冷天收。哇！你純粹嬲啊！雙架狗，霧網管，我唔計話俾大家聽啊！拍呢條片咧，我哋唔想拍咗三個鐘，大家諗個頭腦爆，大家已經差唔多係時候放棄咗我腦諗嘢啦！我喺呢個時候就同大家開股啦。呢一題個答案，觀世音，我屌你老味！嗰時我要撈下。找回來就是這個資料，的確是今次你們又答得對多少，你們留言告訴給我們聽，因為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年輕的人是不是已經沒有了。我都很年輕，我相信他們家人知道，因為你的影片可以將廣東話不是歇後語，是啊，大家千萬不要這個觀世音啊，可以轉回轉用的，當然用的，沒有問題啊，觀世音姐被人裝修了，很多謝今天咖喱就走上來，第一次上來就變成了一個這麼辛苦的人。我問下做生水你入去，有獎品會好啲嘅。我覺得直情係需要獎金啦，下次如果玩啲咁嘅遊戲。
好，記得訂閱咖喱 channel 啦，大肥嘅 level 4啊，同埋 EG 大個仔啊。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， 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